OK， 盒子里面有一些快速入门指南跟一个。OK， 盒子里面有一些快速入门指南跟说明书。快速入门指南。盒子里面有一本，盒子里面有本快速入门指南跟保证卡。盒子里面有一本快速入门指南跟保证卡，还有一个塑胶的保护壳。盒子里面有一本书，盒子里面有本快速说明指南跟保证卡，还有一个塑胶软软 QQ 的保护壳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 POCO F5 啦。OK， 那盒子里面还有附给你，那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，跟一个 USB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，超棒。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，跟一个 Type C 到 Type A。那盒子里面还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快充充电器，跟一个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。那盒子里面就是这样子啦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台手机的优缺点，还有我觉得。盒子里面还有附一台，那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，还有一个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。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附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跟一个30。那我们盒子里面就长这样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手机的优缺点，还有我觉得。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直接附给你一个67瓦的快充充电器，还有一个 Type A 到 Type C 的充电线。好啦，那盒子就是这些东西的。OK，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。好啦，那盒子里面 ，OK，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。OK， 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。那我们就直接来。
OK，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买了这只手机，而不是其他的手机呢？OK，那盒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啦，那我接着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台手机为什么是 CP 值最高的万元以下手机呢？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一台手机是使用。最大的一个卖点，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这一只手机。最大的一个卖点，最大的一个卖点呢，就是这一只手机是使用。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。